来，大家看，魏萨老师，你说鱼就给你准备了一个毛板，就把它搁在这儿。对，一刷，这个图案就遇到上面了。蘸一点板蓝根水，然后把它抹均匀，透过这个。好，等一下。是要旋转吗？对，旋转的话它很均匀，太均匀。你不旋转的话，它是重叠的，然后就不好看了，不清晰了。我觉得可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可以。哎呀，您那鱼厉害。鱼，像鱼吗？像鱼，胖胖的啊。这鱼头好吃。我们这个不是全部都是细条吗？对。几种蒸法表现的纹样也不一样，它可以把它扎成毛虫花，也可以把它皮缝。但是中间的这四个蝴蝶的翅膀，我们要扎成一个蜘蛛花。萨老师，我们就从这个鱼身子开始，这样上下上下来缝啊。您没扎过手吗？一起扎好多次。按照我们预好的这个一针上一针下，沿着这边全部缝完。所以我这儿挺费劲的。但这条鱼很肥，我很吸引我。如果要缝这个毛虫花，那么要均匀。因为缝这个蜘蛛花，我们淡一点都无所谓，因为最后我们还要缠绕。哦，这样子。您先让我们先把这步完成啊。你找你的针。上下。好。你们加油，我这边可快啊！哎呦，您太行了，您如鱼得水。楠姐，你这岁数不会大过鞋底儿？我不会，没有大过鞋底儿。我小时候学过大鞋底儿。我的确是纳过被子。还往什么地方去？我们就开始把它收起来。只要一个闭合的空间就可以收起来。对。勒紧，就一道一道裁下去。那这个线没有了怎么办？再系一个线吗？系一个够，可能你把裁的准，你看。往上面，这个确实挺难的。哦，这样的。对。我一直缠着上的。这个鱼我们已经完成了，这里可以扎一些小泡泡，来试一下。缝得非常好，杨老师。啊。我努力啊。我努力啊，我这心很细。真的，做得非常好。是吧？哎呀。刚才那个萨老师水的这个啊，我们现在就用到，可以。好，你来嘴这个。对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说了。两边说，两边一起说过来。这缠得越紧越不容易缩。缩，好。这个查一下，这个扎上会怎么样？水包纹，一条一条的那种感觉的质感是吗？对。您看看我这样了以后呢？问一下段老师，这个你教杨老师做成毛虫花还是皮缝？最好毛虫花吧。我喜欢毛虫花。那这个我就做不了了，让他来指导你。哎呦天哪！哎呀，我只能教他们这个皮缝花了。太甜蜜了，我的天！这期节目我要给我老公看，然后马上就说你瞧瞧人家。好，萨老师，这怎么样？画个位置。好，也是一节一节双的啊。是毛毛虫吗？对啊，您双手实在是太灵巧了。这是怎么着？哦，你把它折叠了。很细致嘞，这个部分。把它折起来。要折起来做是吧？我明白了，折起来做。邵老师，有。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蓝青白云？蓝青白云其实很简单，我们随便抓。自己的一个随缘，对你说的随缘，它能出来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个纹样啊，把它缠绕起来，用这个线把它固定好。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将来做的是什么，是吧？就你不能够完全控制它最后出来的样子哈，有一种那个
灵活性和随机性在里边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正是它的有魅力的地方。是的，嗯，来，我们去染，没关系，我们不着急，先让给你们，先让给你们。来，到这染之前，我们还要榨一下水，榨一下水，让它这个颜色能够均匀的染上，可以了，尚老师，然后我们就到染缸前面了，全部放进去。我染渐变。那你就慢慢的琢磨染你的渐变色啊，可以了，就可以了，可以去染色了。对对，一节一节的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走，确实。来，尚老师，像这样子洗。哇，它变成黄绿色的。对，挤一下，叫它氧化，氧化在空气里面。哦，让它在空气里面氧化。哎呦，真有意思，好像魔术就在眼前发生。扎染这件事情是人和自然一起来完成的，对对对，不是只是人在完成的。哎呦，我这个真是蓝色了，你们看，哎呦，是吧？是，哎，好神奇，好漂亮的蓝色。好，我们去洗，我们叫它氧化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就去拆啊。是不是？所以每次拆的时候有特别那种很期待、很拆盲盒的感觉，对，有点开盲盒的感觉，是能不能够染到我想要的那个颜色和图案？我都等不及啦。那染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很期待我们染出来的一个作品去感受一下，见证一下奇迹？走，好。哎呀，好忐忑呀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大家是不是很期待？哎呦，有点不敢看，不知道我们弄出来什么样。来，这是尚老师的，把那个跪取了，这是杨老师的。谢。好，老师们亲一下啊。拆布的时候是非常那个容易羞于花，有一个激动的需求，然后把这个布容易拆烂，然后你们要平静，要平静，不要激动，深呼吸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对。那老师，我不小心挤烂了怎么办？要重新做。哇，有！别吓唬我，您不要吓唬我，我们这是颤抖的手，这样很好。哇，好看！哇，好看哎！哇，真的！哟，真漂亮哎！哎，您就回去送给夫人吧，这真好，真好！哎呀，太可爱了！是不是每个人到这都变得特别萌啊？下偷鸡的啊！哇啊！真的好，好看，好看！哎，有花儿哎，它有花儿，花儿好看啊！瞧瞧，鱼和水的关系在这里面能够展现出来。哇，如鱼得水！哇，哇，厉害！这里还有水泡泡，还有水泡，人做了四个水泡啊，没出来。还有水泡呢。怎么变三个水泡，做四个水泡啊？可能掉了一个吧。掉了一个。掉了一个。染的时候，搓的时候，可能。做了四个，弄了成了三个水泡。哇，太棒了！哎呦，而且很细腻。等会儿啊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啊，我们这个平静，平静的心，平静的心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深呼吸。太焦急了，激动的心。啊，爱心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爱心，来，赶紧给大家看一看，真的好美啊！哦，很美。啊，那底下是一个对爱心，他们要做的爱心，对他们今天因为受到了很多爱的那种感染，成就感，属于你，成就感要来了，是吧？大家看，此处要有音乐，噔噔噔，呀！小蝴蝶是花是吧？小蜜蜂，小蜜蜂，说是个小蜜蜂。要一小蜜蜂。另一个就我自己来，好，自己来了啊。还有雪花。哎，哎呀，好期待！别催我啊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平静，深呼吸。哇，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出来了！棒棒棒棒棒！老山，看一下。太好，太好了！哇。这边还有好多泡，这泡比我的泡多啊。这我第一次看的蝴蝶会吐泡，我这是蝶恋花，蝶恋花真棒。我们每人拉起来，我们就看一下。我
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，我觉得写得很好，就说文化的文，这个文字是从哪里来的，实际上是纹路的纹，就是绞丝编成的这个纹，就是当人们用图形和符号来代表某些东西的时候，有了这些图案，然后文化产生了，然后就演变成了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文化。